管你管要遵守管理，我们给你钱的。你们不遵守管理了，我们还不是管理可以管我了？我没说你管我，我劝你管你。我犯法了吗？我问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再搬我的东西，我现在敢打你。我是这是我们吃饭的东西。你说这么多老百姓的，这么多老百姓，关于我们靠的是老百姓，没靠你，没靠你。你们吃的是国家的饭碗，你拿的国家的钱不腰疼是吗？你有本事你去打日本人去，你有本事去跟日本人干，你跟我们干有什么用啊？你跟我们干的，别人还老百姓还耻笑你。我告诉你，习近平天天在中央开会支持残疾人，你就是这样支持的残疾人吗？啊，你就这样对待的残疾人吗？回来回来回来，穿上啊！习近平天天开会要他们支持残疾人，你是怎样支持残疾人的？你想吃人还是想杀人？我问你啊！你穿的这个制服了不起吗？啊！你对我们残疾人有什么用？你打他们！这些残疾人在这里伤害他们，你觉得应该给他们？你们出去外面打工去！打！你看，